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27集。我们今天的话呢，再把镜头拉到工作室系列 Steward Series 编号78号 Size Y， 它是使用了变形金刚 Revenge of the Fallen RTF 第二集的模具，所以呢它是一个有车顶盖的，当时我记得它叫什么百年黄貂鱼什么概念车，那这种到底后来有没有这种车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啊。然后呢我初看到他的一个照片的时候呢，我就想，哎，跟先前推出的这个以第三集的模具呢下去出的这个，会不会两者是小改模啊？确实可以这么说，人物的下半身呢、啊，腿部的话呢变形是完全一样的，上半身的话呢，你从底部来看，你会发现两者好像几乎完全相同啊，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典型的车包人的一个设计，然后就变成说是一个两个的一个就说。两者的一个顶盖的部分都会变成他人物的背包，然后背包的部分的话呢，这两片啊位置是一样的，然后车尾的话你可以看到，因为它少了一个车顶啊，所以它的背包来讲的话会显得就没有累赘那么多，这一款变形成人形之后它的背包很明显会略逊于这个，而且以变形的流程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一款要比它要好玩得多得多。那么涂装的话呢，则是这一次的这个78号的话会优秀于先前的这个模具，倒不是说银色哪个好不好看，你可以从这个轮胎的这个地方，你看它是有涂一个银漆啊，虽然不是很有质感的银漆，但好过这个是完全没有涂的啊。以及从这个底部来看的话，你也可以看出啊，在人形状态下，包括脸啊、身体啊、大腿这个髋部啊什么的，这个涂装都是有明显的一个差距的，头部也是一样，这个待会人形的时候呢再来做一个解说。但是以武器来讲的话呢啊，这个先前的这个枪感觉要漂亮的多啊，除非我两个把玩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混到，对，如果混到那就各位再给我指正一下，不然以前真的我已经有点忘记我有没有把他们的这个枪给混到了。 anyway， 那以这个轮胎的滚动性来讲的话呢，两者都是共通的，后面的滚动性比较好，前轮的话几乎没有什么滚动性，因为它前轮就是一个只是半颗轮子啊，而且它本身这样推啊，你会发现它已经非常非常滚动性非常的差了。然后的话呢，以做工来说，它完全不出我意料之外，这款做工的话呢明显比这个要差得多，它的这个人形的胸口的这一块就变成车尾两边的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关节紧到一个不行，这个地方呢会推不到位啊，是因为它那个地方呢，我的这一款的话如果不削掉一点球形关节的那个圆形的话呢，恐怕是真的没有办法把它密合到位了啊。而且各位看到我这个手啊，在这个地方啊，刚刚还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流血啊，我就为了处理这个家伙啊，真的是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啊，真的。然后它的一个这个挡风玻璃啊，这个是有的，所以是一个黑色。那具体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来进行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啊。武器都是一样可以收在内部的，那我们先把这个武器的话呢先给拿下来好了，我们就直接从这一片先把它给拆掉啊，直接开始进行它的一个变形了啊。两侧这两片先把它给打开，然后的话呢这个两侧掰开，这个的话呢是它的背包的一部分，先把它的话呢整个给撬开，然后呢车顶的这个中间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锁扣点在这里的啊，你看到没有，这里是有一个两个凸，它要扣进这里，好，这里是记得你要把它给扣起来，你知道就行了，这个不能先往上面翻，我们先把腿给别忘好了，腿的话呢这个地方把它给翻下来啊，其实是两侧扣在一起，所以它一起动了，然后的话呢这个部件的话就把它给翻下来，这里一样把它给翻到这边来，然后呢前这个脚前跟脚后跟就分开来，就非常简单的啊，足部的变形是很简单的，其实应该说它的本身整个变形都是比较简单的啊，只是说这一款的变形是比较枯燥一点，它的背包就是拼命的叠起来而已，然后它的这个地方关节翻出来非常的紧啊，整个来说啊，以这一款的话呢，我真的觉得把玩起来的体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下个定论，我觉得不如上之前的那款第三集的那个模具，那个玩起来就一整个是舒服啊。然后的话呢，到这里的话呢，就是我说的啊，这个地方，这个完形关节啊，你看它非常的粗糙啊，这个还不是我处理的，我一拿到的时候，两侧的球形关节就非常的粗糙，而且两边都非常的紧。然后非常不幸的是呢，因为太紧了，我在转的时候呢，不小心把它给转下来，结果转下来之后呢，呵呵，那要扣回去，那简直是痛苦到一个极致啊，痛苦到一个极致啊。这个地方的话，这个锁扣必须把它给解开，把这个背包啊，背包跟人形的胸口给解开，这是必要的啊。解开之后的话，变形也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到这边，
然后我们就直接的把整个胸口往下放下来，然后中间有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边把它给扣上去。然后呢，这个胸部的这个甲胄啊，这个地方翻折它，看到没有？它的一个完形关节在这里啊，真的是非常，我已经涂了一层的细油了，它还是没有什么改善哦，这一点是让我觉得非常的不爽啊。我不知道各位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跟我一样。然后这个地方翻下来，它的一个变法的话呢，是先把这个车头放下去，再把这个部件给放下来。它的一个背包的处理啊，可以说是相对先前的那一款是简单的多了啊。手臂的话呢，直接往上提上去就好了。好的，到这边。那么呢，我们这边的话呢，就顺便再讲解一下这一款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个它的这个地方也是偏松啊。总而言之呢，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可以说我对它的各种期望，不能讲期望，各种预测呢，几乎都完完整整的出现了。那我们的话呢，就干脆也就快速的呢，给各位示范一下这个之前第三集模具的这一款，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一样啊，这两侧把它给打开，这个背包这个部分呢，把它给拆解出来，然后呢，它多了一个旋转180度的感觉啊。这个的话呢，变形那个惊喜感的话呢，就显得要强上非常的多了啊。然后两脚这个部分给打开，到这个地方给翻折下来，脚的话呢，就是前后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开。这个地方前后一个分开，哎，这关怎么分不开呀？哎，为什么你们两个感情这么好，我都不知道哎，真是的，不知不觉发展出这么深厚的友谊了吗？啊，OK，好，原来是这样子啊，原来是我转的方向不对啊。好，分开，也可以分开之后，再把它给翻折下来到这，然后两只胳膊的话呢，直接从这往下翻。手臂的话呢，将武器给取一下。它的这个手腕翻出来就比较松紧度是适中的，然后一样的啊，从这个地方两侧这里胸甲的话呢，跟这个背包的部分一样，是要把它给松开的，松开，然后的话呢，把它往后面分出去，这个背包的部分把它给挑松放出来。好，整个给放出来之后，它的这个部分的话呢，一样是要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转。这个部件放下去，整个背包往下放，这个地方呢再往上面给提上去啊，这个，然后呢这个背后的翅膀，待会再整理吧，把这个地方胸口自然下垂，然后手臂往上提，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啊，这一款的各个关节的话呢，确实是要比较优秀一点的啊，从一个变形的过程中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以及背包的一个大回旋呢，都是给它很大的一个加分的。然后它的武器的话呢，是可以扣在这个手上。那这个武器的话呢，两手呢交换不同的方向扣呢，会有不太一样的一个视觉效果啊。具体来说是有差别，但是你喜欢哪一个就端看你个人那个喜好啊。然后它的一个枪的话呢，是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插槽，我们就把它给扣下去，就只要能够扣就可以了。这两侧没有说一定要扣哪一边呢。其实是差不多的，到这里，我们就也完成了这一款这个 Dark of the Moon 这个 Deluxe Class Size White 变形过程。然后在人形状态下呢，枪的话呢，当然是可以完美的握在手上的。那它的一个兵器的话呢，收纳的枪的一个收纳方法呢，跟另外一款不太一样啊。它的收纳方法呢是可以放在这里，隐藏度是更加的良好。那扣的时候呢，一定是把这个握柄的部分是朝背后的部分。如果你是从这个方向扣，是一定不行的。你就算从这边扣过来，一定是不行。总而言之，这个枪的握柄的部分呢，必须是朝人的一个后面的一个方向。在这个情况下呢，才能够把背包顺利的往下折。如果你装反的话呢，它的背包是放不下来的。然后的话呢，这一款的一个手刀啊，我们就把它给挂上去哦，一样是在手的一个侧边。OK 吧，那我们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算是武器呢，也完全搭载之后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个78号的话呢，它的这个地方啊，我的手上这一款是明显是偏松的，还有这个脚踝的部分啊，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松啊。以站立性的话呢，其实是比较不良，但是
由于这个 sideswipe 的话，本身你是可以给它一个 chicken leg，一个鸡爪式的一个战法啊，所以就稍微调整一下也是可以站的还可以吧。然后就看一下，其实涂装的话呢，虽然是有比较丰富，但是你看这个银色的漆面其实还挺厚的了啊。然后身上灰色的一个塑胶的颜色也比较深一点点。如果你对比先前的这一款的话呢，会发现它的一个整个金属感是好一些，这个的塑胶就比较严重一些。可是我说实在话，这两款你要我去说，如果只能挑一个买的话呢，其实我会比较推荐你去入先前的这一款第三级的模具了啊。第一，它的做工啊，整个玩具的一体性，你看到现在呢还是比较优秀的。这一款的话呢，甩一甩的话呢，就感觉不是那么样的一个舒服，再加上它的一个背包啊，其实是比较大的。你可以这个背包可以说是这一次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退步了啊，就整个是一个双层的一个龟壳啊。除非说啊，我是不确定我有没有完全变对啊，但是我猜也差不了多少啊。而且变形的时候它的一个大翻转呢、啊，会比这一款要有趣得多得多。那总而言之的话呢，这一次的78号啊。主打的还是它的一个涂装了啊。那车型加了一个顶盖，好不好看，这个完全是看个人的偏好啊。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在涂装上给你做了一点加强。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一个电影第二集里头的一个角色。以人物的卖相呢，它还是很帅啊，基本上摆着好看的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拥有先前那一款第三集的话呢？你会确实的感觉到我手上这一款，各种松垮的感觉啊，非常非常的不怎么愉快的把玩体验就是了。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